大家好啊！今日就系2019年嘅10月2号，咁啊，华记直击报道啦。今日就好多单嘢啦。咁啊，寻日呢，众所周知就国庆啦，11，但系香港呢一班暴徒呢，就想割商啦。咁啊，其实作出历史性嘅破坏啦。咁啊，讲翻寻日呢，就开咗6枪啊嘛。咁其中有一枪呢，就系打到一个中五学生。首先佢蒙住面。成班人嚟襲擊嗰個阿 Sir 都唔知佢幾多歲噶嘛，係嘛蒙住面。咁首先想講下嗰個因由先啦。咁我鋪咗幾條片噶啦，今日就將佢連接佢一齊，就係、事前呢，開槍之前發生咩呢？就一班人攞住啲錘仔、士巴拿、鐵通，咁呢就去捕個阿 Sir。咁其中有一個防暴警呢，就離咗隊少少距離。跟住就俾呢班暴徒見到啦，咁呢班暴徒好似發咗達咁呢，就埋去執佢啦，咁啊係咁噬佢啦，咁啊噬咗佢呢，就大概係30秒到啦，跟住啲同胞呢就過嚟幫手，咁啊幫手嘅時候呢，就因為其實暴徒太多，得幾個警察，咁其中呢有一個警察呢，佢哋已經係成班差人已經舉晒槍指住晒嗰啲暴徒，但係嗰啲暴徒呢，佢唔会理你举晒枪，佢照冲埋嚟。咁其中有一个 Sir 咧就揸住把枪，跟住个暴徒咧揸住把枪指住佢，佢仲冲埋嚟就兜支铁咧就沤落呢个位。咁一沤到呢个位就开枪咁，呢个就系嗰个情况啦吓。咁一开枪咧，如果大家记得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你个膝头哥试下得唔得咧，就揾个锤仔哼哼个菠萝盖，咁个踢自动会踢起噶嘛。咁其实咧就人嘅神经线都系一样嘅，你沤到呢个位咧。咁你可能嗰条神经线弹到呢，你就会可能嗰个 Sir 都唔想开枪，但系你沤到个神经线呢，一戚呢，咁咪开咗枪咯咁。咁你都姑勿论系咪呢个原因啦，但系问题你警员受到性命嘅威胁，咁同埋即系你见到佢啲同事呢，警察啲同事呢，都喺侧边俾人殴紧，咁所以就作出咗呢个开枪咁。咁开咗枪之后呢。本身佢啲記者呢，佢有好多啲急救員噶嘛，全部走晒，又話有義氣一齊上一齊落嘅，根本佢哋自己都身有屎，個急救嗰啲呢，就係、是、記者又係佢，暴徒又係佢，急救員又係佢，所以嗰個人中咗槍之後，唔會有真正嘅急救員同佢急救，都係阿 Sir 同佢急救，都係阿 Sir 呢，就將呢個僆仔呢，就同佢即刻進行一個止血啊，同埋進行一個救援嘅工作。咁我講翻成件事先啦，個僆仔瞓咗，都係阿 Sir 救佢啦。咁好啦，咁個僆仔去咗差館之後呢 X 光片啊未出鏡時候呢，已經呢，即係呢個阿 Sir 俾人起晒底㗎啦，屋企啊、老婆啊咁。咁啊，跟住呢，就今日呢，佢老婆個工作嘅地點已經俾人哋去圍㗎啦，開槍呢位警員嘅老婆咁。跟住仲發生咩呢？就呢個僆仔中午喺度學生嗰間學校呢。就嗰啲學生同埋啲老師呢，就出嚟支持呢個學生，即係好簡單。如果有人去打劫銀行，有人去偷下拐騙，有人去做強盜咁，你覺得佢係啱嘅，你支持佢嘅，咁呢個世界仲有法理嘅。咁講翻成件事先啦。好啦，開咗槍之後，其實呢一個18歲嘅中五學生，佢應該會面臨呢企圖殺警啊，同埋暴動罪啊，咁起碼坐16、86。但係而家呢。但系而家呢，佢呢就由呢、这个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为首，11名泛民联署，就向呢个呢，我睇一睇先。咁呢，佢呢度就讲咩呢？就系、是、话呢，即时报道，民主派11个立法局议员举行记者招待会，回应呢，昨日呢就发生嘅示威活动，一名高中生被警员以实弹射击。喺记者会上呢，就播放多条影片，包括学生喺荃湾大学度中枪嘅经过。民主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咧，将会以该名开枪嘅警员提出私人嘅刑事检控，罪名系意图谋杀。喂，呢啲咪调转嚟讲咯？吓，你成班暴徒杀几个差人，而家你话个警察企图谋杀、意图谋杀，你有冇搞错啊？即系离晒谱啊，系嘛？即系冇可能啦，系嘛？跟住咧又起人哋底搞屋企人，即系基本上你嗰班友咧。你嗰班友呢，即刻都變白。明明你係企圖殺警察，而家你就話警察殺你示威者。
喂，边个主动边个被动你未搞清楚，志峰系索偿啊，都警察索偿你班泛民啦、啊，点解啊？你班泛民啲示威者掟燃烧弹 ，sorry， 佢咧开完枪之后咧，仲未人完嘅，一开完枪咧，你见到佢前边咧有个示威者兜个汽油弹炸埋去咧嗰啲警察度，即系好彩炸唔中，或者咧佢分分钟如果掟到嗰个示威者咧，就仲大镬啲，系嘛？即系转头又入警察数，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话。即係而家啲人咧掟燃燒彈，即係好離譜。即係你基本上咧嚇死人。即係其實而家都六月飛霜啦，係嘛？咁樣都得嘅喎。而家調轉曬你，調轉曬啲嘢嚟講，公義法理院都即係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學校又話支持暴徒，立法局議員又話告個警察，佢老婆咧又俾人圍，黐曬線嘅你成個社會。跟住咧。就再講下啦，咁有一個咧就係、是、有個小巴，尋日就俾人搞啦，跟住咧就今日就即刻個小巴就變咗咁啦嚇，即、刻得翻棚骨啦，就係嗰啲暴徒就覆桌啦，係嘛？咁咧就即係其實而家都好恐怖噶啦，尋日又燒車，又燒電單車，又燒私家車，又堵路，又爆玻璃，又周圍刑事破壞，有幾個平民百姓咧。是被那些人打到呢，即是哇，即是被人打到好嚇死人。即是这些呢就是警察呢被那些硫酸呢淋到成个人呢都不知道人似人。即是如果大家有看呢，即是昨天有几条片呢，真是好血腥好血腥。咁如果你话呢泛民要向这些警察索偿呢，我就想用一個標準啦，咁我而家就鋪咗出嚟嘅。咁有位姓唐嘅，早兩日咧，我就喺一個聚會度咧，佢就同我講，佢就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同阿許志峰咧就掹過佢個，唔係許志峰，嗰、那個叫做羅冠聰，即係去咗耶魯大學嗰、那個。咁咧就有一次嘅衝突咧，就拉扯佢件衫，點不知就俾個黃色嘅法官咧就判咗入獄三，即時入獄三個月。咁咧。掹一掹人哋件衫都即时入狱三个月，跟住上次喺呢个美国领事馆喷中国加油，喺8月17号、8月18号喷中国加油四个字，又即时入狱一个月，涂鸦同埋扯一扯。好啦，调翻转头，你啲示威者企图杀警啊，即系个保释金又低啊，转头出翻去冇事添，分分钟。即係呢啲咁嘅皇冠雙重標準咧，即係已經發生曬㗎啦！即係好多好多種，我而家就我會鋪埋出嚟㗎啦嗰條片。跟住咧就係話咧，今日啱啱咧就銅鑼灣咧就掟燃燒彈，就掟落去嗰個車廂出邊，即係喺地鐵入邊掟燃燒彈，就最新玩法啦！而家地鐵都係掟燃燒彈，跟手咧就最新十月有個行程表啦咁。即係最新咧，就係佢哋呢班暴徒咧，就又點玩法？而家咧，我今朝經過咧點零鐘啦，晏晝啦，我經過呢、這個金鐘咧，咁其實佢喺呢個近住香港會所嗰度咧，就成班人喺度堵路。咁我而家黐埋條片喺度啦，我自己親身經過今日1:30晏晝，跟住有個的士行慢啲，就即刻俾個葡萄拍，爭啲連玻璃都爆埋。然之後咧，就想話翻前線咧，警察咧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同埋我收到一啲消息咧，連警察都唔夠咁水飲，因為一日平時要飲8至10支水噶嘛，即係警察都唔夠蒸餾水本身，即係可能有啲團體之前就話送電筒啊、送面罩，我覺得你如果送咧就要送水，不過送水要小心，一定咧就係要核實嘅來源，因為飲落肚嗰啲嘢要好小心嘅，因為而家啲反對派黐曬線噶嘛，咪一間扮曬嘢，唔知送啲咩嚟嘅時候，你差人飲咗咪大鑊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啲團體大家要呢度要把下關先得，即係都唔係立亂送嘅，送俾差人，即係可能你用一啲方法啊，譬如話即係可以保障到差人嗰啲水係真係乾淨嘅。咁所以咧就係話今日咧有一單嘢咧就係話咧有個僆仔就係咧警察嘅家屬嚟嘅，咁咧就喺將軍澳咧就一間醫院嗰將軍澳一間幼稚園嗰度咧就俾人欺凌啊！就俾啲先生咧，又打心口又成，即係有段錄音咧，就好鬼慘情嘅。
同埋咧就即係呢啲咁嘅嗱，聽下。跟住佢就打佢啊，带埋去厕所都拍佢嘅心脏啊！我今日先知，唔怪得无端端翻学翻咗两个几星期都开开心心，突然间有一日同我讲话唔想翻学啦，成个礼拜都系咁扭计，拉都要拉佢入去，喊住咁都唔肯入课室啦。今日俾我问下问下，先知道原来有个老师每次去厕所都拍佢心脏，几变态啊啲人！咁其實咧，呢啲嘢都越嚟越多噶啦，即係呢啲問題都越嚟越即係解決唔到噶啦。呢、這個叫做將軍澳和明苑青衣商會將軍澳幼稚園，嗱，大家 check 一 check 先啦，唔知真定假啦，唔好一間冤枉錯好人啦，好唔好啊？即係大家 check 清楚啲先啦。咁啊，尋日我都話要出緊急法噶啦，係嘛？即係你咁大鑊，咁點搞啊？你仲唔出緊急法？即係又有單消息就話中槍嗰個咧，個老豆係做差人啊，仲好笑。咁你去到醫院咧，嗰啲警即係嗰啲護士同埋醫生都唔知醫唔醫呢一個僆仔好。如果呢個僆仔嘅老豆咧係警察咧，就搞笑啦，係嘛？即係又變咗狗熊啦。本來開槍打警察係英雄啊嘛。如果佢差人咧係佢個老豆咧，又變咗狗熊。咁、那個醫生咧，而家啲知你知啦，而家啲護士都唔係好 professional 噶啦，大細超噶啦，係嘛？都好。呢單嘢都好麻煩，咁所以就呢排講呢啲暴力事件都冇乜心機噶啦，日日都係睇呢啲幾條片，好多時都冇即係冇差別咁，係咁拗啲平民。嗰條六尺水喉通，一棍都拗斷腰骨啦，仲拗咗十幾廿棍，真係殘暴到不得了。跟住又有個女仔俾佢兜罐噴漆，連眼都噴埋。好人好者一個女仔喺條街嗰度行。唔覺意啤啤你嘅示威者就兜罐噴漆，噴到你成個頭好似黑炭頭咁。即係你嗰班友都已經係即係惡過恐怖分子㗎啦。咁仲有一單嘢就係話，而家咧就為咗支持警察，咁有一個咧叫做www.dogs/12.hk， 咁目標100,000签名，就希望支持香港警察撥亂反正，大家一齊支持簽名。我呢啲嘢我都唔係好信㗎啦。網上嗰啲嘢都俾嗰啲黃媒港獨咧壟斷曬，不過都會簽嘅我嚇，但係佢哋實會做蠱惑咧整冧你嘅，因為佢哋喺 IT 嗰方面咧就壟斷得比較好啲嘛，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唉，即係因為我係華記係收到好多 inbox 咧，就全部都係情緒有問題啲朋友。我睇得多都情緒有問題啦，唔好話你哋啦，大佬日日成個手機嗰啲相都全部係啲受傷啲警員啊、燒窿車啊、火燭啊、地鐵火災啊咁。咁啊，其中讀位來信啦，華記你好啊，不好意思啊，之前沒有説清楚自己是誰，係你嘅觀眾，睇咗你嘅影片一段時間，本來咧我嘅生活咧同埋前途咧係好有規律嘅，但係而家咧。都已經失去了，每天都覺得無助和迷茫，沒人可以傾訴，活著已經沒有意義。於是呢，上週發了電郵給你，你回覆了電話號碼，所以嘗試聯絡你。如果煩到你對不起，其實就是這樣的，沒有說對不對不起的，這個世界即大家共勉之啦。但問題就是說呢，即其實這些這樣的暴徒呢，這些這樣恐怖分子呢，已經令到整個香港已經變得很灰暗了，即香港黑暗來的了，現在是咁咧，大家做人都係要自強不息嘅，啊，即係你咪由佢搏咯，唉，即係大家都攬炒噶啦，即係而家係嘛，即係唔見錢就梗噶啦，咁啊，所以就係大家努力啦。有陣時啲嘢就雨過天青嘅。如果你話真係唔開心嘅，睇一睇尋日我哋國慶，習近平咧佢就主持嗰個國慶活動咧就非常之強勁，即係大家係睇下我哋中國嘅祖國嘅軍備啦，嚇、啊。你嗰個咩燃燒彈屙尿都冇力發射出去，就以為自己偉大發明。你睇下人哋習近平、海陸空三軍總司令，你睇下我哋祖國勁到爆炸。你估你哋呢班咁嘅香港嘅暴徒喺度咁安穩，係因為你哋咩？你如果唔係祖國背靠祖國有強咁強勁嘅軍事同國力保住你香港，早都拉一柴啦，仲話獨立，台灣都已經收得皮啦。
真係笑死人啦！今日台灣嗰啲新聞又係歪曲事實嘅，又話我哋香港亂開槍啊，又話淨係放煙霧彈。喂，全個台灣都唔播咧，啲人咧點樣係無差別去打平民啊？點樣去毆即係一級仇警啊？企圖殺警呢啲全部冇曬嘅喎，台灣嗰啲媒體好好笑。咁咧就今日咧就時間講到差唔多啦，大家都係要自強不息嘅，即係人都係靠自己嘅。咁你心情唔好嘅，聽日我就建議大家咧。今天就看我們昨天習近平的粵軍很強勁很澎湃，看看會心情好的了。好，今天先講到這裡，多謝了。